大脚星讯息，我们正在唤醒你的永生。你们好，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我们正在你们的意识和细胞记忆中唤醒这样一个觉知，即你们一直以来都能够在你们的人类物质身体中活得更久。在你们古老的过去，已经有人类存活了几百年，他们不是靠机器和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你们需要唤醒你们内心的那些记忆，才能实现你们正在进行的飞跃。我们指的是从一个终有一死的碳基的载体到一个不朽的精基载体的飞跃。当前，得益于我们和整个银河系的传输，你们内在有很多东西正在被唤醒，甚至那些没有被任何人类传导的能量，仍然对你们和你们存在的许多层面有着深远的影响。你们可能认为长生不老是在漫画书或科幻小说中才有的，但这是人类演化的下一步，它与科学和技术无关，它只跟意识有关。当你们刚刚觉醒的时候，应该让你们相当震惊的是，你们是源头能量存有这个观念，这比你们在前世曾经是克里奥佩特拉或拿破仑要重要的多。接受你们的神性意味着接受你们的不朽，但我们也确实明白，这样的信念要真正在一个人的意识中扎根是需要时间的，因为人们看到自己周围的死亡，想知道没有某种魔法的话，怎么能让人长生不老？但这不是魔法，是意识。这是一种了解你们自己的方式，超越了物质，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物质形态。当你们不把肉身看作你们的真实自我或终极自我时，那么你们就更容易把肉身作为你们灵魂的载体来使用，而一直以来你们的本意就是这样的。那么，为了让这一切发生，你们必须做些什么呢？我们确信，这对你们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诱人的，因为答案很简单，你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你们确实需要改变你们对自我的看法，你们对他人的看法，你们对实相的看法。你们需要把你们认知为有限的东西转换成无限的。如果你们想做点什么，那就做一个练习，去找出你们内心无限的感觉，去找出你们真实的永恒本质，它作为一种震动而存在，然后看着你们在自己的眼前转变。我们所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你们可以接受它并让自己走到快车道上，或者你们可以否认它，然后经由一条缓慢而曲折的道路走向你们的不朽。不管怎样，你们都注定要到达。我们是大脚星理事会，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